西汤，我的材料是，一叔叔，还有这个 potato carrot，番茄，还有这个大洋葱，我只需要这四样东西，我就可以煲一锅的 ABC 汤。因为呢，我的家没有吃肉的，所以，我的 ABC 汤全都是蔬菜，很甜的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不需要放肉也是很甜，而且很健康。呀，让你们看看，首先我会放这个一叔叔下去，等到它滚为止，因为一叔叔它比较硬，我就是要给它，煲到它有一点味道。然后我才会放这个比较硬的这个 carrot，然后是这个potato 放进去，然后再给它滚，滚了之后我才会放番茄、大葱，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比较软，很快就软了，所以我大概差不多滚了之后我才会放进去。OK，现在你看到已经滚了是吗？你就可以下这个红萝卜，然后还有这个 potato，就给它让它再滚一滚。OK，你们看是不是有一点比较软了？大概这样子的情况比较软，你就可以放大洋葱，然后也可以下这个番茄，搅一搅。再让它滚滚。相信我，这锅 ABC 汤蔬菜汤真的很有营养。而且，如果小孩子不吃肉的话，他们现在需要补充营养，这锅汤真的很有营养。OK，给你们看看我的汤，你看，全部都是蔬菜，全部都软了，全部都软了。当你看到全部都已经软了，最后一个步骤是，就放一些这个香菇调味料。一点，我会放一点，然后再给它滚一滚。再给它滚多5分钟，然后就好了。这煲汤，很多长辈都说：“哎呀，汤没有肉是不会甜的。”相信我，试一试。这个汤真的很甜，不需要放肉也是很甜的，而且吃肉，老人家吃肉也是不是很健康，吃多一点这个蔬菜汤比较好。